理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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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算了，我理心留下好了。黑玫瑰，你去死吧！禁用。哎、欸，就你把理心 ban 了，我操！哼，我恨这一只。啊，是不是就成猎手啊？哦，我先选一名嘛，然后就这个啦，锁定。那我露西欧，船长被 ban， 雷兹也没了。哦，李信在这。中路整个废掉了、欸，坦肯奇，你说看这个吗？我也废掉了、欸。松木哥叫他，你说在哪里改？没有啊，哪里可以改这个吗？这是看头像不是吗？打野 gank， 成为 gank 目标的时候，才去危险区提前。那怎么改啊？你是骗我、啊？左下角这个没有啊？我要怎么按？哦，哦，好，我们打激进一点。有啊，上面，好，保守。激进，游走，我们要打出我们的风采。哦，原来这样玩的哦。对嘛，这才是我啊。啊，吃蛤蟆！啊！哦哦哦哦哦！露西欧猛哎、欸！好了好了，我们要开始注重发育了。哎、欸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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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不要好激进点！我这个人好烦哦。保守，保守，保守！人来了，人来了。哦。吃他下路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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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懂为什么跑进塔里面了，好刺激啊！哇，打了12分钟拿下一塔。我们激进的发育好了，我们要贪心一点。欸，其实加速真的不是，加速可能就是自动那个了啦。哇，谁送手杀？谁？哦，越塔了。
哎、欸，跑了跑了跑了，锤死！抱团抱团！屁啦！分推，总被打回来了。哎、欸，怎么少一个？哦，卡在一起哦，白痴哦！哎、欸，这李星真的很猛哎、欸！哦，杀光光！李星烧起来喽！李星烧起来喽！好，李星，我们来吃龙。抢八龙，抢到啦！没有哎、欸，李星要扣薪水啊、哦！怎么小心针对边角？太硬了吧！我一打三欸，两个人还敢冲啊！天哪、啊，有没有观念啊？欸，下水饺啊！我生气了哦。发育应该是抢地图物资的意思吧？哇，李星，你不要太过分哦，你可以再过分一点，你再过哇哇哇哇哇哇哇，就是喜欢你这么过分。抢到八龙啦，抱团咯，不对，分推。哎、欸，不要落单啊，哎、欸，李星。李星又烧起来了、欸，怎样？我的人都死光了是怎样？我才在看这个要怎么选呢、欸？
你不要给我送了哦，我生气了哦。抢八龙，赢了！这是哪一只啊？我伤害完全是输的欸。哦，江狗，赛事资金周边贩售。周边卖了七万，不七千呢、欸？伊芙琳哦，也太正了吧！噔噔噔噔，又有礼物啦！跳过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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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指尖陀螺，太棒啦！菜单。获得一个新键盘，嗯，加什么？闪电跟眼睛，闪电眼睛，李欣，我投资在你身上了。我来个中野联动，管理人员，我的队员，道具。我觉得这个对啊，这个干了欸。这是什么？心态、活力、心态，心态在哪里啊？使用活力，你心态崩了吗？怎么那么低？好，这样可以。哎、欸，刚哦，所以那个商店不是永久的哦。我能去哪里买东西吗？我看一下英雄，再来看一下阵容效果，阵容模拟器。你是要到五格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是刺杀，啊怎么选？他能选上路啊？哦，确定哦，打野。是，确定，溢出了哎、欸，确定，哦，看懂了啦。皇冠。哦，有，大概懂了。头痛先睡，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我们打完下一场比赛就休息。
宣传，开始。再来一次，开始。不对，这样才会心态炸裂吧？等一下，我的人员呢？不是，管理我的人工，我的队员有没有低于20的啊？反而变高哎。加油，动起来！明天是弟弟的生日，正在纠结要送他什么礼物给他。你觉得篮球是个不错选择，但是有自己的没？对啊，哇，心态增加50，赞哦！我是看到他们睡同一张床吗？我们会不会赢嘞？联赛排名第四，第一，积分33。哎呦，看来我比较多一点险哦。下一步，禁用角色。好啊，大家都不用船长啊。石像鬼船长，牛头，石像鬼船长，禁用。牛头，石像鬼，禁用。哦，他先选，我先选哦，我还会什么？我看一下哦。好啦，照刚刚选的，锁定。被选走了，我傻眼。李信被选走了。哇，我这样有点惨哎，控制刺杀，在干嘛？哇，好多、哦，有负面有正面，开始。
是要换血，换起来。江狗加油啊！哎，哦，白痴哦，吓到我！我不，管理星是没塔。因为后期很高，我看一下，拼发育吗？好，就一直发育就好了、哦。感谢，应该有一阵子一直拼命在玩这个了吧？我应该就私下，哎呀，就是我应该私下就不会玩了啦。那个，就是开台玩吧。哎呀，理性暴击 ，support 的对决。哎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不愧是面牛头人的，跑得那么快。哎，打牛完全没有掉血，什么鬼？你要看再选角，我知道啊，我刚刚有看啊，是我刚才这样子选的啊。哦，你是说我的那个吗？我刚刚的主要是后期发育吗？是这样子吗？哪里可以看？我的队伍辅助能力好像很低，我知道，我的辅助还在 D 不是 C。分推，啊，推不掉。你刚刚的是后期保护消耗哦，哦，是说这个哦，那我看到，好，我在研究，哎、欸，要掉龙了啦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就拼后期吧。没有，我看到左下角这个啊，可是就是太长了，我没有往下滑。他到底要不要回城呢、啊？回半天，快跑啊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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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哎，你要不要走啊 ？AD，AD， 你要死啦 ！AD， 哦，刺杀就是激进哦，哦，感谢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够了、哦，
哎、欸，够了、哦！为什么两个人想打啦、啊？一个人想打两个人啊？你怎么这个错觉啊？哦，竟然自己吃八龙了。他是不是差点被鸟打死啊？天啊！哎、欸，我不知道，我这只他前几场雷兹也都很猛哎、欸，可是他没的不是雷兹哎、欸。哦，拔掉一个门牙。哎、欸，这其实蛮耐玩啊！死了，哎、啊，又死了。好了，八龙 buff 没了，推点。哎、欸，血鬼，不要再玩了，血鬼。傻眼！哎呦，来送的哦。游走。赢了吗？哇！居然赢了，以弱胜强，成就。哟，哇，李星真的太强了啦！下次我要先抢李星了。后期别发育了，有啦，我有注意到，感谢你，你没有讲的话，我都不知道这游戏在玩什么。好啦，今天先开到这边咯，感谢今天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，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自大狂，击杀数大于死亡数值，膨胀。先找个地方存档哈，明天再来玩，可能下午就早点开台玩这个吧，到时候再来一起研究吧，一起烟酒烟酒。跳过，哎、欸，滑鼠赞哦，顺利。接下来又是世界淘汰赛阶段的呢，想夺取需要在一天内连赢两场比赛，哇！后台技能我需要知道，我的职员，然后嘞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他说什么后台技能要干嘛？打开这个吗？啊，可以开了。哦，这个哦。好啦，那我明天再来研究，关喽，再见。